备考秘术多，高手在民间。最近呢，粉丝给王源了备考秘籍，简直脑洞大开呀！是啊，作为兄弟俩的我们，当然也不会袖手旁观。今天我们就要献上我们的备考法宝。当年我在中考的时候呢，大家给我圈的考点那么多，想想也是非常感动啊。所以粉丝们就是我们的最强力的备考神器。粉丝的爱也是我们精神属性上的无双神器。当然，我们还有物理属性的神器哦。来，当当当，士力架有没有？为了防止恶货们像我们一样在备考的时候饿出幺蛾子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强烈推荐备考神器士力架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体内突然充满了能量，感受到了宇宙的奥秘，让我想连续跑5次马拉松，连续复习3天3夜。